波佐与马查多。资料照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进入二月，自由市场大咖外野手哈波布莱斯哈珀仍未签约，目前台面上的球队已有教士、费城人、国民和白袜加入追逐。大联盟记者海曼乔埃曼最新消息指出，其实一共有八支球团都在关注哈波的动向，其中几支球队考虑和他签短约。阿兹莱蒂克记者波登吉姆鲍登则在推特在上猜测，勇士、红雀、太空人、巨人、天使、洋基、蓝鸟，我放弃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此外，海曼也表示，另一位大咖马查多曼尼马多的首选依然是洋基队，仍然在等待洋基给予他合约。不过他也指出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件事会发生。洋基今年冬天已经在自由市场以2年2400万美元签下内野手拉梅丘 DJ 莱马西流，因此外界预期他们还想往罗马查多的意愿很低。还想看更多新闻吗？欢迎下载自由时报 APP， 现在看新闻还能抽奖，共70000个中奖机会等住你。iOS 载点 https://oo.chl/c70rz_ender/https://vjf3lv 活动办法 https://draw.ltn.com.tw/sl/ot_v8/已经按了，谢谢。相关新闻。